带你们沉浸式体验一下全息投影的恐怖剧本杀。女孩你为何踮着尖说不想看到小丑的笑脸，马戏的世界很善变，面具后表情你看不见。女孩你为何睁大眼看到那虚伪世界。这个本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，叫做病娇男孩的精分日记。然后跟我一起玩本的这几个小姐妹的胆子都芝麻这么小，所以对于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况我还蛮期待的。请各位还原故事的真相。第二天在他们的家里发现了一具系着麻绳的尸体。找到你们，把你们一个一个慢慢的全都杀掉的。他有可能命号那时候小吗？十岁看不出性别啊，这么夸张吗？这是假小吗？抬胸的时候猪头突然出现，把我们吓惨了，玩的就是心跳。对，这怎么都不会，怎么都不会散开。一切不就是为了找一个朋友吗？你们不愿意跟我成为朋友？他拿我们地址啊，我就找到你。一个一个找到你。大半夜还有售后服务，用宁浩的口吻给我发短信。咱就是说胆子比鸡小，玩什么恐怖本，啥也不是。